有你照过冬，天公加寿。工作处高头意外出生，私了之后病情加重，还好返回伐？那么肯定讲司机和乘客之间发生矛盾。那么搿高头哪能办法？那么算了，私了嘛好了。一讲私了了，那么好，大家有商量余地的。结束之后，那么想到回到屋里，病情加重了。你哪能办法？来阿拉看。前两天，深圳的廖先生报廖称，伊辣六月五号乘坐 M447 公交车的辰光，司机突然之间刹车，导致伊辣了过道浪向站立不稳而拐伤。当时司机呢送到医院做了检查，不过廖先生并没治愈治疗，而是得司机签了一份赔偿协议，双方约定司机赔偿廖先生3000块钿，并指令今后不再追究。但是没想到，廖先生回到屋里向之后，发现伤情加重了。到医院再一次检查之后，被诊断为骨折，需要手术治疗。廖先生就觉着赔偿还不够，想取消赔偿协议。不过之前已经白纸黑字定下了条款，说明了不再追究。迭个能讲取消就取消吗？好在啊，车队的负责人表示会得对廖先生负责到底，继续追加赔偿金。虽然说当时是在私下的协商，跟驾驶员私下协商签订了一个协议，他自己提出说那个不想住院期间，但现在他要求并且他到那个市医院检查了，出现这种情况，包括所有的后续的工作我们一定会跟进，并且会负责到底。那么私了这种事体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？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，当事人想反悔是否可行呢？对此啊，律师表示，协议辣辣一般的情况下头是具有法律效力的，但如果当事方对事实有误解，也可以取消协议。因此啊，出现类似事件之后，双方可以进行司法协商，但一定要做好合理的判断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明确定责，妥善解决。碰着搿种事体，当心点，保险点，等警察来。你看侬让人家烦啦，譬如两部车子啪擦伤，擦着了，一个驾驶员下来，哪能了？侬哪能了？凡是就是讲责任方总归想私了的。好嘞，搿么办勿了，大家侪有人，侪有事体个，没意思哎。警察来抓了，弄弄好嘛，弄到几点啦？弄得么好嘞？有种脑子清爽的朋友，对伐？等警察来，哎，侬哪个那样子呢？还有事体啊了，搿么出事体也没办法了。虽然讲迭眼眼小物事出伤，但是警察来，伊就好拨公正的评价，而且侬勿会得得后遗症。私了就是有得后遗症，就等于侬伤风咳嗽感冒勿去看毛病，自家来吃药，好了，下趟变大毛病，讨厌了。所以呢，还是搿句闲话，希望碰着搿种事体呢。阿拉按照法律办事。外地个先生前两天发觉自家屋里向个天花板砰一记头裂开了，搿能一条缝。伊走到楼浪向想帮邻居沟通沟通，啥人晓得看到楼浪向个情况，伊吓得来魂里头也没。来，哪能桩事体？阿拉看看。六月初，对于住辣辣贵阳市松花南路个季师傅来讲，真是天天提心吊胆。因为前一天，伊发现自家屋里向客厅的天花板裂开了老大一条缝，而等伊跑到楼浪向搿家人家一看啊，更是吓了一大跳。我才上去看，我才知道，楼上的这家拿来搞成，开成四间房子，开成一个旅社，给年轻人去住。他是每一间房子是1200到900。原来楼上的邻居肆意装修，拿民用的住宅变成了小型旅馆，可能装修当中施工不当，也或者楼板本身有问题。导致开裂，技师傅担心啊，迭能介下去，整个的楼板会得有得塌陷的可能。就想和楼浪向的房子取得联系，让对方采取一眼措施。但是房子根本就不辣了，泥房东的态度却非常的冷淡。他是整个的断裂，楼上是很多墙壁啊、承重墙啊，包括厕所都有八个，随时都有垮的可能，因为上面承重太大，而且住了那么多人。记者又通过电话和远在外地的房子取得了联系，没想到房子讲的闲话啊，让人大吃一惊。后面他不挂主体结构，跟我谈嘛。物管工作人员表示，伊拉已经辣辣四月八号对搿家的租户下发了整改通知书，但是效果并不明显。
目前，物管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个情况禀报了业主的市建局，将由专业人员来定责。是我们的那个问题的话，我们要该拆掉的，我们肯定要拆掉，这是一定的。那么为啥事体会得划开来？因为楼浪向了一个泥房东，泥房东呢，那高头搿一套房子啊，一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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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拨隔开来，别个不要讲，卫生间一得八间。侬想看高头有交关小房间，伊要群租啦，那么可能搞了搿能弄了，下头个地板啪，吃勿消裂开来了。我跟侬讲，搿下头个裂开来吓人哦，就一直发觉了早，否则高头八间厕所间高头那个人一道下来，搿是也吃勿消。啊，有啥就天兵天将来了，哎呀，那张马桶啪啪啪啪啪，蛮好的样子。哎呀，所以装修的辰光呢，万一挪动了承重墙之类，根本就吓人了。一个人对吧？我讲不来听。有只成语叫土崩瓦解，土崩瓦解，同志们，真的瓦解倒不怕了。为什么？瓦解已经要推下来了，就推得了，就等了。哎呀，不再推了。最吓人是土崩，土崩上侬坐到屋里啊，墙壁那个一条缝对吧？咻噜嗖，弄落眼物事下来，推么不推的。侬天天在困觉困了，哎呦，你啥光推下来了？修的时候又来了，哎呦没，这搿辰光最吓人。所以讲，伊现在是什么岌岌可危的时候，侬讲迭个人个日脚哪能过法？看到搿能一条缝，哪能办？所以群租是害人的。像碰到搿种事体，一定要及时举报，保障自家与他人的安全。玻璃栈道晓得伐？走过吧，那才这个胆子大的，我不走，我哈呀，我脚骨软，我上去的，我人就不来塞，我也没啃光子，我试过，我没啃光子，但是我走这个么子，我就想不保险。侬叫我立了海高头对吧？我倒有问题不？侬叫我走啊？哎，搿不来呀？那么好了，有两个游客胆子大人是有，非得。要走了，要滑了，在那玻璃栈道高头滑到，哗啦滑，哗滑下来，滑到这里中停牢了，那没戏了。一个朋友滑过来，咣，砰一击，拿护栏杆撞破它，来阿拉看看。六月五号下午两点半，广西省平南县安洼镇的佛子林景区发生了一桩惊心动魄的意外事故。七名游客辣辣白相玻璃滑道的辰光，冲破了终点的护栏，导致一人死亡，六人受伤。据了解，事发玻璃滑道的起点距离终点垂直高度为301米，滑道全长260米。滑道的中段位置有一次弯道，接下来就是101米的直道。事发的辰光，游客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布阵护垫，搭着一双简易手套，就从起点滑下来。由于滑下来的途中落雨了，游客滑下来的速度过快，抓不牢护栏，钢化玻璃与护栏没能抵挡了强大的冲击力，一名男性游客甚至飞到了离护栏7.3米远的地方，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。那个脚呢，他们就没保护，就是下到一半就下雨了，很滑的话，我们拿拦着这个护栏都拿不住，一直是虚虚的就下来，到底了以后，然后刚刚站起来的时候就被推了。伤者袁女士称，伊拉一行九个人侪是轻举，当时有两个人因为太吃力了，就没爬上山，得以幸免。意外发生之后啊，七名受伤的人员分别被送往医院治疗，经医院全力救治，因轻伤者经检查身体没啥事体，于当天自行出医院。另外几名骨折等不同程度受伤者，经处理情况也比较稳定。而那名滑出护栏钻雨的病人，因颅脑损伤严重，最终不治身亡。一个重病人，男性的重病人，是重型颅脑损伤，还有全身多处皮肤的挫裂伤，抢救无效死亡了。据悉，事发景区于2018年9月正式对外营业，但景区并没取得相关部门的审批手续。景区对外开放的时候，我们联合多部门来进行多次检查。已经下达文书停业整顿，可是景区依然对外开放。事故发生之后，公安机关依法对涉事景区责任人进行了控制。平南县紧急管理局正涉事企业平南县佛子旅游投资有限公司
立即停业整顿。目前事故原因调查和随后工作正辣辣进行当中。